Hello， 各位观众，欢迎回来《英式录戴瑞生存日记》。我们在上一集的结尾呢，从这一台无线电里面收到了一个消息，那就是似乎在这个城市的东边，应该是在这里有一个安全区哦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打算就过去那边看看。不过我目前现在身上物资非常的稀少，我大概只剩下50几发的手枪子弹，还有20发的十字弓。啊，这个步枪子弹是完全没有了，所以在今天去这个幸存者发布的讯号位置之前，我打算先去中间的这个地方。之前地图有标记到这里，似乎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标记，去那边看看啊。如果那个地方真的是安全区的话，我是觉得啦，我今天应该是可以把我这些围墙什么的给它收起来了，我们就要告别这个避难小屋了啊。准备出门，把这墙壁给它收起来。原本是说要把这里建造成一个避难小屋，可是我发现我的物资真的太不够了，没有办法，一个人生存能力还是有限了。那我们就骑着我们的机车准备出发。哎呦，要求行尸门靠过来了，我来用一下我最新的球棒，我在上面钉了几个针啊，来看看这个攻击力怎么样啊。这出现在我们避难小屋旁边，哎，我觉得我这个，哎呦，哎呦，我靠下去，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这些行尸怎么有点硬啊？哇，好多只，好多只，哦，快快快快快，敲爆他，敲爆他们，我踹，我扁，哇，这个怎么这么硬？看我的 ，K 这个阿姨的头啊，我 K 下去舒服。哎呦，这阿姨怎么还在？要求奇怪。怎么加啊？这个钉子感觉威力变烂了啊！怎么回事？先捡东西，捡一波，赶紧赶紧！哇，打不死，打不死！这么多只在这边，奇怪，那也怕没戏。滴管，有挂了挂了挂了！哎，后面那个大叔还没挂哦，我的开场就打一堆，行是怎么回事啊？好，把它捡一捡。哎呦，你看那里远方一堆行尸在那边不知道在干嘛。好，我们就骑着机车离开这个地方吧，再见了避难小屋。但是如果我今天去那个地方发现没有幸存者的营地，我们还是得会回来啦。嘿娜，对啦，那我们就沿路往东方走吧。 Let's go。 呜，刚刚那个叫声好恐怖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地方，哎呦呦呦呦呦，这个地方有点难骑车。哎，快闪快闪快闪，怎么那么多行尸在这个山上啊，也有点恐怖。好的，我们骑这个方向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摩托车会不会出事？哎呦，还好还好还好，物资在附近。这个物资有点太远了，跟我去的方向有点落差。我们继续往前面走好了。哎，从军事基地拿到这台机车的马力还真的是不错哦。哎呦，完了完了，我刚讲完，狙！哎呦，刹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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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行还行啊。哦，快到了快到了，就在前面这边。好，骑车飙过去那边。哎呦，要再越过一个山坡过去哦。好，我们直接这样越过去。啊，没越过去，老塞。哎呦喂，啊 ，Daryl， 老塞了。好，从这边走过去。这种爬坡能力还不是一般车子可以办到的，对不对？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好像看到那里面有什么人哦。绕一下，绕一下，而且那里好像有一个设施在那边，找一个制高点。我看到这个后面好像还有一个人哦，这些人是怎么回事？刚好我的机车卡在这里，应该没事，不会滑下去。我们小心点前进。哦，我看到这边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。哎，那些人好像是我们上次遇到的穿着黑衣的人嘛，对不对？三个人，他们感觉在这个地方不知道在做什么事情。可是既然地图都标记了，代表这里应该是有什么东西可以拿的。不然这样，我先上去把这个站在看台上的那个人给解决掉，无声无息的把他摸掉好了。就这样子，来，他们应该不会发现我吧？希望他不要突然回头。来了，哇，哎呦，碎 ，nice， 砍掉他了。他有卡宾步枪是不是？哎呦，我的手怎么在抖？哎哎哎，等下等下 ，OK OK OK， 把这武器换下来了。虾米，他身上现在有9000多发子弹，哇！我现在子弹不缺了，碎啦！而且我发现怎么用刀子砍他们好像比较快，奇怪，之前用子弹打半天打不死，那刀子划就划死，难道说刀子对他们来讲是他们的弱点吗？
不然我走到前面那几根树去把他们给偷袭掉了，应该没发现我哦，有点紧张哦。哇，怎么那边前面还有人？这里应该监视器看不到我吧？快快快快快！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，我砍！哇，错赛被发现，呜，快跑快跑！哎呦哎呦，要血！啊，计算错赛！哎、欸，他好像真的砍了一下，他会死！哎、欸，追过来追过来追过来！哎、欸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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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被发现！哇，完蛋了！子弹对他们好像真的没什么屁用。绕一下圈，绕一下圈，紧张了，紧张了，紧张了。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东西？印象中上次爆炸的东西似乎对他们还蛮有奇效的。哎，那个人呢？怎么不见了？人呢？哎，他是在找我，我也在找他。哎呦，就躲在这里。哇，这打不死哎、欸！奇怪，他们那身盔甲是。对子弹有抗性是不是啊？这家伙，啊，不然这样子啊，直接拿这个东西冲上去。哎呦，等他躲到树后面，好，可以冲啊！打不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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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闪，冲啊！看我的，直接近身刺杀 ，nice！ 我是不是战斗天才？这家伙躲在这上面，扁他！我靠，这个真的是没有用，要修。该死的家伙，你有种就下来，来，你有种就下来啊！你有种就下来跟我打架啊！水，他下来，他下来，他下来，拿刀子上去，嘿嘿，打不到我，智商压制。哎呀，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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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我的，近身刺杀！哎啊，我、哦、近身一次，直接把他刺死，水了。这里是不是没有人啊？哎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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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远方那里好像还有一个人哦。有有有，我看到看台上还有一个人，奇怪，他们知道也在这边干嘛？感觉像是一个地堡的设施在这里啊。哎呦，我看到好像不止一个人哦，前面那里有两个哦。对，看台一个，下面一个。好，那一样用老方法，我先默默的摸上去，我就偷偷的走上来，然后热血开刺，我刺他，哇，被发现，下去开刺他，完蛋。妖兽，哇！近身直接攻击，绕一棵树跟他打，哇！真的打不死，后面水塔还被我打掉。该死的家伙，打不死直接冲上去干死他算了。哎，我听到下面还有丧尸的声音。哎呀，我跳，我刺！哎呦呦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听到有丧尸靠过来的声音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树丛里吗？我、哦、在树丛，在那边叫，叫你丫的，在叫啊！你们在叫啊？哎、欸，这几发？我看一下，我、哦、300多发、啊，300多发，算了，我们先把球棒换掉好了。这300多发感觉还行，而且我现在身上有点受伤了。好，我去上去侦查一下，他们在这地方在看守是不是啊？好像是，这里视野不错哎、欸。这个设施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找不到入口可以进去，不然这样子，我们先把这个地方标记在我们的地图上面，说不定以后我们找到什么相关的线索，再来到这个地方。我们接下来就前往无线电中说的那个幸存者的基地吧。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往下直直走过去。OK， 走。这个一个人的旅行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。希望能遇到友好的幸存者。我们现在在路上遇到的每一个都是直接对我展开攻击的、哦。这段路上的行尸其实还算蛮少的，对不对？这走过来就一个大叔在这边，不如这样，从他身上拿点东西好了。哎，可是我身上球棒没了。来，大叔，跟你借个东西用用啊，感谢。哇，什么也没有，天哪！我现在是预防自己物资不够，我身上东西真的是太少，我走到上面去好了。我第一次来到这样子乡村的地方，这里感觉蛮安全的，只有一点点的行尸在路上。他们弯过来，哎呦，哦呦，这里好多，这里好多，哇，果然大路上很多。哇，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啊？一堆民用的车子在这里。而且都已经生锈了，看起来是经过非常多年了哦。好，我们绕过这边吧。地图标记的位置，
在前面我看到了，感觉上好像是，有人啊！我看到有人了。那我们从这边弯过去看看。Oh my god， 这里是怎么回事？塔台上有个人。Don't kill me， 我是好人。怎么？他说我可以进去里面看看。好，我们就进去他的大门里面喽。快点，外面有一这个行尸在那里。哇塞，这里是怎么回事？哇！哦，这位大哥跟我说，欢迎加入他们的行列，他们在找寻一些幸存者，所以才会发出一些无线电波。他说我可以在这边四处的逛一逛啊，他们的首领好像就在这个基地的最里面。那我们就在这边先探索一下好了，先把武器收起来，来到别人家稍微礼貌一点。哇，他们在这个地方自给自足，这里是一个小猪农场哎，哇，他们还有这个这么猛的东西，然后逐着木墙把这个地方围成一圈。哇，这里看起来也太安全了吧！还有乳牛啊！哇靠，这里完全是一个生存基地啊！然后这个人是屠夫吗？看得出来，他好像今天要来啊做个烤山猪之类的。哇，这地方感觉好安全，而且四周都有哨塔，一发生什么事情，马上就可以做出处理。哇，还有军人在这边呢。这个坏掉的飞机为什么会卡在这里？有点看不太懂哦，就直接落在这个农场里面了。而且有一只牛是不是躲在了这个飞机里是怎么回事啊？前面那个车子，这个东西不是我们之前在旧的岛屿的车型吗？一模一样。还有水果摊，这里感觉也太安全了吧！而且上面随时都有人坐在那边监视着，真的完全不怕被偷袭。哇，这里是什么军用的补给库吗？我来进去里面看一下。哇哇哇哇哇！哎，外面有枪声，外面有枪声。算了，不要理外面的人好了，他们应该是进不来这里面，看起来很远啊，不理他们，这里非常的安全，完全没在怕的。哇靠，这边还有一个 barbecue 台耶，这里也太厉害了吧他们。然后很多居民在这地方，这里看起来超安全的，这光线好美。哇，这地方真的太安全了，我决定就定居在这里。这里可以进去里面耶。那个人是小富吗？过去看一下。不是，天哪，他长得也太像富兰克林了吧？啊，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小富。好，我们进去里面看一下，这房子里面是哦，有一些人在这里面休息啊。我看起来是比较体力不好的人会需要在房子里面做休息。好吧，我们出去吧。这边好像还有个地方可以进去哦。这里有个 house， 我进去里面看一下。这个 house 进来哦，也是一些啊北汉阿姨躺在这个里面啊，就是给他们身体不舒服的人暂时休息。好，我们出去吧，不要打扰到人家啊。进入这个岛屿第一次遇到友善的幸存者们，竟然直接这么欢迎的让我们走进来这里面，太棒了！终于啊，不用再一个人流浪了，不用再一个人对付这些僵尸了。而且你看，现在夜晚降临，完全不用怕，这里四周真的是相当的安全。哇靠，这里还有果菜啊！哇，这是农场的吧？这里啊，这个老兄跟我说，这个地方叫做山顶寨，为什么这名字这么的熟悉呢？等一下，这个人不是Maggie 吗？